亚的民间能源开发小组在进行地质调查的时候，看到了似乎是猿类的生物，这就是那个时候发现的巨大脚印。地面发现巨大生命反应，没错，在动呢，真的在动。喂，我去了。我飞鸟，不要太冲动啊，那一带气流情况是非常恶劣的呀。看起来是靠得住的，像公主一样找些难题考验一下他们吧，比如说为了你而不惜一切的去战斗吧，怎么样？这也不错。哦，这样还真是恐怖啊，太恐怖了。这里是国用飞艇07，安静。在西亚开发地区进行调查，发现了巨大生命体，飞鸟队员正在追踪它。想逃跑，准备行动。啊！飞鸟，回答，飞鸟。吃了我！啊！我在向我道歉。这是给我的吗？想不到你还挺好的。是这样的，事故现场附近气候多变，为了救人，除了从地面上着手，没有其他办法了，还要靠熟悉那里现场情况的各位多多帮忙了。我们首先该去攻击怪兽，营救队员则该在其后进行。请等一下，我们的目的是调查神秘生物的实际情况，而不是杀了它。我们一定会全力协助的，请赶快出发吧。为什么一定要开发这片原始的大森林呢？这也是没办法的选择。这一地区埋藏的高纯度矿石中的能源，可供全世界使用100年。全世界都在等着，没时间跟怪兽玩了。你说什么？收拾，收拾。南方古人齐更特斯，你是怪兽，不要！喂，看那边！嗨，
这边。哎，有劳各位来接我。多亏你了，非常感谢。飞鸟是你的朋友吗？哎，算是吧，虽然他脸看起来很凶，但他内心很善。啊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下次有机会喝杯咖啡吧。再见了。现在正是好机会，为什么不打倒他？你在说什么？就在刚才，他救了我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不，他是开发计划的敌人。我不会让你滥杀无辜的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护他的。索尔，考虑一下新的计划吧。应该可以分开猿人的居住区和能源开发地区的，相信我。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走着瞧，怪兽就要让我们亲自打倒。进来。太危险了，你们这种装备万一出事怎么办呢？猿人的事还是交给超级胜利队来解决吧。那些家伙根本不明白这个计划的重要性，为了拯救世界的未来，我们必须这么做，明白吧？出发。索尔，人类的祖先是旧石器人、原始人，再向上就是猿人。这种南方古猿奇根特斯是被使用人类祖先器具的小型猿人追赶的，据说在100万年前就灭绝了的大型猿人的一种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，小型的比较亲近人类，是好人。那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的吗？但是除了危险以外，我们的工作是要协助开发计划。嗯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但是要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也是我们的工作啊，队长。嗯，那也是工作。队长，你站在哪边嘛，队长？嗯，总之他们对于生物学来说是很珍贵的。嗯嗯嗯，现阶段数据还不足，再进行调查也来得及。嗯，就这么办。西蝶，向开发委员会报告，在详细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把那一带划为猿人保护区，明白？好。奇根特斯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。嗯，特别开发小组很危险，准备攻击。明白，明白。先等一下，不如就由我来阻止他吧。滚开，停下，快回来。你不是已经沉睡100万年了吗？飞鸟有危险，快发射威慑弹。奇根特斯，回去，快点回去吧。飞鸟先生，危险，你快点离开这儿。请跟我来，奇根特斯一定是为了救他的同伴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没事吧？
他被打了麻醉药，索尔主任害怕开发会被终止，所以他就擅自做了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要擅自这么做呢？用麻醉弹催眠他。明白。索尔和我在大学时代起就是朋友，在没有接触这个计划之前，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现在怎么这么过分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是因为男人希望女人能够欣赏自己。那家伙，他想让这个计划成功，从而得到你的认同。好，我来帮你了。为了让这个计划成功，我会不择手段。只有这个计划成功了，我们的将来才会有希望的。你到底明不明白啊？你是说我们的将来？嗯。只要这个能源被开发的话。所以你居然做出这种蠢事。蠢事？与其说猿人是应该被保护的绝种动物，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凶残的怪兽。你这个家伙，是你故意让猿人发怒的。索尔，你真是整个人都变了。来，飞鸟先生。我自己来。哎，你的同伴已经没事了。你一起回到山里去吧。索尔擅自捕获了小型猿人，他才会这样发怒的。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一切恢复正常了。是远比飞鸟想象中更凶暴的怪兽吗？先等一等。这一次麻醉弹的分量要加倍才行啊。你先去安全的地方避一下。飞鸟先生，怎么还是不行？
它们并不是分为大型和小型的，而只是相同猿类的雄性和雌性。原来如此，雄性为了向雌性显示自己的魅力，而尽量显示自己的强大。没错，雄性大概是想向雌性表达自己的好意。这是因为男人想让女人欣赏自己。戴南原来也发现了这只雄性想在雌性面前表现自己。一点事都没有，但还是很担心。我真的没事，你看我多精神呢。我担心的是奇根特斯，这一带的大自然一旦被开发，延续了100万年的生命恐怕就要灭亡了。不过现在也有着那些等待新开发的人呢。我会全力协助的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行。没错、你还想来吗？啊，不是的。林，刚才你说的那句话真的很有效，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一起努力吧。果然嘛，就像我说的那样。谢谢谢谢。也就是说，大的是雄性，小的是雌性咯。其实奇更特斯也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为了女性团团转的。说的没错呀，在任何一个时代，男性都是围着女性团团转的。那是因为没有足够优秀的男人可以让女人围着团团转。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女人都希望身边有一个出色的白马王子我是他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有个出色的王子跟良很相配的。谁啊？哦，哎哎哎！
哎，等一下，这是开个玩笑。戴拿奥特曼的下集，命运的危机时刻。